12本的蓝炮能不能玩呢？刚好我们这边有一场联赛啊，对号的话是一个13本啊，看一下对面的阵型。它是一个反正挺复杂的一个阵啊，投石的话如果说从上面投的话只能投一个单头，从左边方向投的话这个多重迫击炮比较的伤，但是的话可以打掉非常多的建筑，毕竟我们是12本打13本嘛，所以说压力也比较大。永王可以从下面方向点啊，这里有一个防空火箭，然后这里有个箭塔，我们如果说能放在这个阵中间天使的话是最好的，但是放不得啊。然后啊这边投石我是比较怕被投石砸的啊，我们的部队得从左边方向进啊，投石，然后首先需要注意就是这个点啊一定要卡好，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吧，他们两个之间选择他们的夹角 OK， 天使就放在这个位置就行了。那我们的配兵大概就是像我这个样子，三个蓝炮就行了，你也可以带四个加一个兵人，把这个石轮给他捡了就可以了。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啊，最关键的就是卡到他们中间的点位啊，就这个位置啊。好，这个位置就非常的不错，这里的话给一个超大，刚好应该是能炸开城墙吧，还行啊，这个位置也还不错啊。然后投石在左边方向，先探一下陷阱。哦哟，怎么这么多陷阱啊？三个骷髅都放在这个位置，说明啥呢？说明这个阵型经常被人啊坑这个路线啊。所以说的话，你们也懂啊。我也不过多说了，这边的话得等他走到地图中间，我们再放投石，不然的话那骷髅会跑回来。哇，飓风陷阱藏在这儿啊！不是，哎哎，别，完了，不是，飓风怎么藏在这儿呀？是谁呀？是哪个老登取我的路线啊？你防13本就算了，你防12本什么意思啊？端个边点投石，点投石可能时间不太够了。哇靠，这个黑雷是真多呀，好恶心啊这个人。直接走了，直接走了，时间不够了，拉走。踢球一直滑，这个蛮王的话是一个50级的，就不用管他，给一个超大开前面的城墙，三个蓝炮走过来，对面鸟炮先给他打了。好，这个位置还行，提前补上一瓶狂暴啊。然后这个蛮王的话看他怎么走吧，开一个大招把这边给他清一下，再给一个这个超炸开前面的城墙，对面援兵是什么东西毒了，隔山打牛应该能把对面多头打掉，好，非常的细节，再往前面补一瓶狂暴，我丢，补个狂暴给个弹跳，我靠，一个12本打对面13本还要让一个金身嘛，真的离谱啊，那实在是太超模了呀，那这个流派那确实超模了呀。补瓶狂暴靠前面点，冰冻冰一下对面的大本，没冰住没有关系啊。然后还有1分多钟时间，咱们投石炮直接解体。女王的话跑过来，哎哎，别，还剩一个1分钟时间啊！1分钟时间，我想怎么收个尾啊？主要是对面这个单头是比较的伤的啊，能不能跑过来？跑过来，锁的是谁咱不知道啊！哎呀，这下面这个位置太尴尬了呀！这个女王往上走还有40秒钟时间啊，打掉这个还行。女王往上面走，最关键就是对面这个单头位置，1分钟时间啊！啊，这个怎么收尾？怎么收尾啊？还有1分钟时间，我怎么收尾啊？30秒，女王如果说能走进去打对面的投石呢？啊，别，真走进去啊！你真走进去吗？你确定？当我没说啊！你这不是在搞我吗？我蛮王进去了，好，弓箭手，咱收收尾啊！冰冻冰一下啊！最后14秒钟时间，我去，3星了。那么别忘了点个赞，我是小新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